本期想解一个同城萌宠项目啊，用最冷门的玩法冲击最热门的市场，包含这个教程和素材啊，做一个跟宠物赛道相关的项目，就是做线上同城的宠物中介，成交一单的利润从30%到40%不等。它的底层逻辑就是帮助想要购买宠物的人提供购买方式和渠道完成交易，在卖家和买家之间赚取利润。大家都知道今年来宠物市场的规模是一直在增长的，市场需求非常大啊。后来我们做线上的项目，用了免去实体店囤积宠物的麻烦和宠物的健康问题，可以说是用最冷门的方法冲击了最热门的市场啊，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课程包含这个项目的优势、货源怎么找、如何引流、作品如何制作、成交，还有素材这个提供。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整套的教程，5节视频课，还有这一个素材，有下载链接。如果需要本套课程的话，大家同样是可以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啊，这个网址，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比如说是同城萌宠项目，就可以下载本套课程了。